你可以露上面呢、啊。对啊。上面，姐妹们，已经在卖，已经在卖了。陈清汉是真的是第三代传人，他真的去学了，我傻眼哎、欸，他真的好控哦。所以小初一出生的时候，哎、欸，他不是说要包一百万？对啊，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这些人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旁白哥抱抱吴珊如算旧账，宪哥欠他100万，路西派煎牛肉面店食谱不给翻拍。你不是不跟宪哥走红毯吗？是他不跟我走红毯。他说你有秘密、哦、神秘嘉宾还是什么？他说许光汉点。你可以跟谁走？对，你要跟谁走？没有，还不能讲。男的还女的？几个字？我最后好了，我算了，好了，我一个阿米老师。欸、你结巴什么？你可以露上面呢、啊。对啊。上面，姐妹们。那你叫他拿他那个他定妆的照片给我看，他说给你看，你看我到时候穿这套可不可以？很帅。那我给你看那个这一套衣服本来穿在 model 上的样子好不好？然后我就看了就哇哇天差地别。玉哥，我跟你讲 model 这张删掉，你不要这张就是要留出去，已经在卖，已经在卖了。陈希派是真的是第三代传人，他真的去学了，我傻眼了。好控哦！那个师傅真的有一个那种武功秘技，而且他说他就是有很多细项在里面，然后就跟露西拍讲说，就是内容讲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好难哦，不然我把它拍下来。”他说：“不然你拿纸笔抄好了。”他不让他这样，不能外流，对不对？他抄也是可以复印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很 cute。哦，他纸包10000又给你，然后宪哥包100万给他。要不要喝酒？先跟我们说那个荣耀咖啡未来那个地还是就是给你，是你的，是你的。他有跟我们讲，他可以实际一点，就是包100万给我就好了啦。这样子的，真的没问题。我这个人你在吃醋 kid 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吃醋 kid， 我只是想说，哎、欸，那100万可以礼金就是可以打发票了吗？小初一出生的时候，哎、欸，他不是说要包100万？对啊，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这些人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记得小孩子之前说他的就是像那个月光宝盒。之前说我家前两天停电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这个问题。啊，好强啊！越暗的地方，你越亮。老公都说赞。不好意思，就是一直以来都赞。三立娱乐新闻很能讲，我插不上话。报道。